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前来欣赏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的《朱探长秘密档案》。这个演出是由哈哈少儿频道、明日科技、果果文化所共同主办的。在演出开始之前，请容我们提醒您，为尊重演出创作权益，请不要摄影、录影及录音，也请尊重台上的演员。在演出进行中，请关闭您的手机、电子闹表以及任何会发出声响的物件。好了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欢迎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快乐星。今天